重塑。好，所以这个式子现在什么？好，三次方一下来，对，三跟六就消掉了，对不对？就变成什么？二派平方，一天平方。啊、哦，这个东西是什么 ？V G 啊、哦，这个东西就是什么？你的 V G 哈、哦。好 ，OK， 好，变成这样子啊。哦好，这样有问题。有问题啊、哦！好，那我们再进一步去换。你看了哈，这是欧米伽，这是 K。那欧米伽跟 K， 你看又是两个变数。刚刚一开始就讲到，我们不希望它有两个变数嘛，对不对？哦，那我们利用什么样子？第一个，我们知道欧米伽等于 V， 对 ，V 跟 K， 对不对？啊、哦，我们的 K 与欧米伽等于什么？一分之一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或者是 K 等于欧米伽。好，那在这个在这一个晶体它不移动的情况下，我的 VG 跟我的 VP、哦、它是一致的、哦、VG 等于 VP 的情况下代表什么？我当我群数跟像素是一模一样的时候，代表什么意思？我并没有什么波包的移动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这个桌子，我现在敲它，它有没有整个在左右移动？没有嘛，所以我 VP 跟 VG 是一样的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你看我这里是 VG， 那我这里头就有 K 平方，我不喜欢写 K 平方，我喜欢写成什么？写成 Omega， 好 ，K 平方我就写成什么 ？Omega 平方 V 平方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那 VP 等于 VG 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有 V 平方。VG 跟 V 一样，所以这个 V 对不对？所以我整个式可以变成什么？我整个式变成二派平方，啊、哦，这样 VP 等于 VG 啊、哦。好，那我欧米伽平方，这变成什么 ？VK 平方变成什么 ？V 平方啊、哦。我用一个符号，因为都是 V 哈、哦，这是体积的速度，我用这样子好了哈，画、哦、成这样，画成一个斜线啊、哦。好。V 平方，欧米伽平方，啊、哦，那这个 V 就会发成这样子，啊、哦、，V 分之一，那最后变成什么？二派平方 ，V 三方 ，V 欧米伽平方，啊、哦，好，这样有没有问题？有问题。没有问题哈，好，这个是第二欧米伽啊，这个我们说的是第二欧米伽。好，那今天我们在讲这个晶体震荡的时候呢，它晶体震荡是有一个上限的啊，是有一个上限的。所以假设你今天晶体震荡有一个上限的时候呢？你的上限值是什么？我刚刚不是画这个球吗？对不对？这个球面对应到的就是什么？你震荡的最上限。
哦，我们经济不可以震荡，你这个 K 值呢不可能是 无穷大的、哦、所以这整个震荡是会 有所谓的上限、哦、那有所谓的上限呢，在截止在什么地方？截止在 K 最大就是一个所谓的截止频率的地方、哦、我们称之为 这个面，我们叫做 KD、哦、它对应到的是一个 Omega D、哦、这是所谓的什么截止频率。假设你震荡可以到无穷大，那你这个晶体就会怎么样分解掉？因为能量无穷大，对不对？就 hold 不住这个晶体，对，就会灭掉。所以对它有截止频率啊、哦。那这个截止频率怎么样去算呢？假设你今天这个刚好是截止频率的话，啊、哦，你的 KD 就会等于什么？哦 ，KD 三方会等于什么？会等于六派平方 N 除以 V。啊、哦，这是 KD， 对不对？啊、哦，那对到 Omega D 呢？ Omega D 就会变成什么？ Omega D 三方会等于什么？ V 分之六派平方 N， 然后呢，再乘上什么？ V 的三次方，对不对？因为 Omega 跟 K 差一个什么？差一个 V 嘛，对不对？ Omega 跟 K 差一个什么？差一个 V， 对不对？啊、哦，这 KD 三方，这 Omega D 三方，啊、哦，好。所以呢，我的 Omega 也写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我的 Omega 也写出来了。那我们的这个 dW 也写出来了。那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刚刚前面的这个式子啊、哦。我们前面是在讲到什么呢？我们的 U 等于什么？我们的 U 等于 Omega dW。然后 N Omega， 然后呢 H bar Omega， 对不对？好、哦，前面是这样，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影像塞进去啊、哦？那首先我 N 值已经有写出来了，这有 N 值。然后呢，我们有 D Omega， 有没有 Omega density of state， 对不对？我们也有 D Omega 啊、哦，所以我们整个写出来，它的形式会变成什么？会变成我的积分，我们刚刚说我们积到这个球的上限，会积到什么？折到 Omega D， 对不对？啊、哦，所以的积分就是从零积到 Omega D， 然后呢，来 Omega 造型啊、哦。那首先第一个，我们的这个 density of state 啊、哦，刚刚前面这个 density of state 四个值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它写成什么？二派平方 V 三方，然后呢，体积折到 Omega 三方，对不对？这个 density of state 啊、哦，然后呢？再来什么？我的这个分布啊，分布是什么？一分之一。我们的分布是什么 ？Exponential h bar omega 除以 tau 减一分之一，对不对？然后最后加什么 ？h bar omega， 哎。好，所以写成这个样子的情况呢，啊、哦，写成这样的情况。我们整理一下，我把这个写进去哈 ，H 八 Omega， 我把它写进去，啊、哦，好吧，那在这里头呢，好，在这里头我们定 X 等于 H 八 Omega 除以 tau， 啊，或者是说把它写成 H 八 Omega 除以 KPT， 啊、哦，那 dx 呢就变成什么 ？H 八除上 KPT Omega。哦，变成这样子啊、哦，那这整个式我们可以做一个代换啊、哦，代换完之后呢，我的 U 就会变成什么？ 2 VH 八啊，下面是二 I 平方 V 三方，然后呢，我们整个积分啊、哦，是由零到 XT 啊 ，Omega 三方 Exponential X 减一 Omega。哦、然后进一步再整理一下，变成什么呢？二派平方 ，V 三方 ，H 八三方，三 V 一个四次方，一个四次方，零到 X D，X 三方，乘上 X 减一，
没有走错教室吧？我们没有走错教室吧？哈。这是什么？拍照是不是？啊，还是我们其实全部人都上错教室了？没有吧？没有，那我好紧张，还没写完。不要让老师太紧张哈。好，这个不行，下次上课要重写，讨厌的这么长，对不对？啊，要命的啊！好，所以这整个我们这个式子，把我们刚前面零零碎碎算的 B W N 啊这些全部把它带进去啊，整理一下变成这样的形式。那我们又知道说，这欧米伽变成这样子哦，等下就做个大整理啦哈。刚刚我们前面定义 X 的这个东西哈，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更进一步定义叫做什么呢？西塔 B 除以 P。啊，其中这个西塔 B 呢，就等于 H 大 V 啊，这是那个速度哦，然后呢 KB， 然后呢 V 分之六派平方 N 的三分之一次方啊，因为欧米伽也是这个东西嘛，对不对？这里头。好，所以欧米伽 B， 我再写一下，欧米伽 B 等于三次派根号 B 分之六派平方 N 到 V， 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把这个欧米伽 B， 因为我的西塔定义成什么？西塔是这个东西嘛，对不对？这是西塔，对不对？这是西塔，所以你有欧米伽。那假设欧米伽等于欧米伽 D 的时候，好，不要一直变数，这不一定是欧米伽 D。但是呢，我们说，假设我们定义西塔 D， 就是我的这个频率到最高值，就是截止频率的时候是欧米伽 D 的话，那欧米伽 D 等于什么？欧米伽 D 就是东西啊，所以我就可以得到我的西塔 D 就是这样一个形式啊。好，那这个式看起来超复杂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把这个带进去之后，最后整理起来就变成比较简单的一个形式啊，等于九 n k b t b 除以西塔的三次方由零积大 x d d x x 三次方，我就叫 x 减一啊，这就是我们的什么内能啊。内容的形式就变得很简单的。这个就是我们的内容。这样的问题。有问题。
这样有问题。好，那这个式子跟这个式子，我们后面啊、可以来做一个后续的讨论啊。你上面呢就有算比热容啊，那这个比热容呢可以告诉你非常非常多的事情。你去量几个的比热容，你可以知道很多，不管是这个材料的一个相变啊，这材料里头呢生殖的模式，它的接触点就是多少啊。那接触频率呢，你可以想想看哦。我们说我们可以用量声音的速度。对不对？声音速度可以量嘛？啊、哦，同学可以稍微小声一点吧，好吧？好、哦，好，你可以量这个声音的速度，你量到声音速度遇到这个公式 ，NV 你知道嘛？对不对 ？KB 知道 ，H 八知道嘛？对不对？你是不是量到声音速度你就知道是西塔 D， 对吧？这些都是已知值嘛，除了 V 不知道。所以你量到了声音的速度，在你要传播的速度，量到之后就知道 西塔 D。你知道 西塔 D 可以干嘛？你就知道它生殖内容是多少，你就知道它的比重是多少。所以你就不需要把这一张桌子，啊、哦，先量它温度300度，然后呢，把它丢到什么热水里头，对不对？看热水降了多少度嘛？不用嘛，对不对？你是敲敲它量声音的速度，啊、哦，就可以知道它的。啊、哦，生殖的频率对不对？你也知道它的比热容啊，所以量东西的比热，上次我们也讲过，用坡的方式可以量嘛，这就是这个方法。这样了解吗？这样了解吗？所以你想想看啊、哦，所以一个日常生活中，你可以知道铁的比热怎么做。我们说铁轨，你可以知道它那个声音在铁里头传播的速度是1300多嘛，对不对？这个知道。N 除以 V， 铁的密度你可以算嘛？铁的密度是已知嘛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那其他都是常数，就得到西塔 D。然后呢，铁的比热容，西塔 D 知道你现在量温度300 K， 对不对？去做这个东西的积分，这东西积分你不要去记它，你用 Excel 算，你用 Excel 算，反正还是上限嘛，对不对？要不是记到无穷大，记到无穷大反而好算，对不对？Excel 怎么算 ？Excel 它不会积分嘛，但是它可以写四个码嘛，对不对？这四个码，贝塔 x 不是 dx 哦，你这零到 xd， 你看你要切多去切0.001、0.0001也可以，对不对？总之这个积分用 Excel 算啊、哦，那 Excel 算出来之后，你是不是可以知道它的比热容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它这个比热容，你只要知道声音速度，就知道它的比热容了，固体啊，啊、哦，固体啊。哦这样都很厉害啊、哦！这个物理学告诉你的这个东西、哦、非常非常的啊、哦。好，到这里为止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有什么问题？没有、哦、那因为看起来也没有什么时间的啦啊、哦。我们这个细节的讨论，我们下次上课再说啊。下次上课是要交作业，对吧、啊？哈、哦。交作业啊、哦！记得要赶快争取上来写的那个机会啊、哦！那今天就先上到这边、哦、下课。